这要干起来，凯兰已经让后踢了。三九九这一波能干嘛呢？正面逮下 LKL 个起跑一开，三九九一撞到欧文被秒了，但正面瞎子金现在也没了，三人是没闪的，索亚卡在疯狂奶塞恩，感觉六九自己也不一定好跑，妖精链住双链钉在原地，该死了呀！维努斯 A 人很痛啊！猛射，这波团战就是维努斯一直在 A 人，但是杰克其实没有 A 人的机会。闪现被推回来，小奶油这波立功了，把一个很飞的维努斯闪现推回来了。奈德这里在皮，奈德把自己闪现也皮出来了。索拉卡这波奶了三千吧得。看杰克艾输出都没打到三千，背后的奶妈奶了三千，闪现念念到两个，杰克背后还在奶，背后倒了，杰克也倒了，哦不对，小奶又倒了，杰克也倒了，背后他还没倒了，把自己奶到了最后一刻，还剩一丝，就那索拉卡的血量感觉只剩一百了，他还是回头奶了杰克艾一口，但杰克艾还是倒下了，尽力了。这个索拉卡真的奶量绝对十足。哎，维努斯这里第二件没有出羊，到后面就不买了，直接出魔抗的了。借弓两件倒够了，所以说借弓跟羊刀这个装备第二件到底哪一个好呢？卡尼斯塔这里第二件羊刀，维努斯这里第二件是借弓，不好说哪一件到底是好的，看情况的。下路三六九不会直接满血被射死吧？有个虚弱，我靠，回头撞一下，索拉卡来奶了，否则感觉真有点危险。自己这一手虚弱也是救了，伤害是真高啊。维努斯这个伤害真的高啊，打肉太快了。布瑞莫沙皇交闪还是不让你走，交了三个闪现，凯恩垫护盘，杰克跟贝克死得了吗？死不了，冰的杀人说，哎呦，瞎子贴进去，但是有复活的拉塔，团战零换四了。三六九这里也不想走了，杀了我吧，我要跟我的队友一起，没有，他还是交出了闪现，没了，第二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三九九还在守，能守住吗？感觉有点难啊！现在队友十七秒最快的，倒下了。恭喜比利基啊，还是2-1战胜了滔火。站起来，裁判说：“兄弟们，去对面握手。”